那边有一个旧书摊，我这一看到这种书摊呢，我就来劲儿。但是它没有这个中英语和中文的书都没有。这面又是一个很屌的建筑了啊！这个就是在我看来就是纳粹的那种建筑模式啊。这面也是一个，这两个楼好像是对着的，但是呢，并不完全一样。这边的这个垃圾箱很卡通啊。我现在绕着这个屌丝大楼走一圈，这面是真好，我觉得买房子可以买到这面了。但是这面的房子并不是那么多，因为我没有看到这种住房的中介啊，可能今天也是 weekend 的原因啊， weekends 就是说今天是这个双休日啊，放假了啊，车都是很旧的。